赵丽颖自结婚生子后就进入了停工阶段。7月31日，一直被催着营业和出行程图的赵丽颖工作室回复了网友：“会有的，会有的”，以暗示赵丽颖即将复工。看来这就是向粉丝们表达要即将复工了。当晚，赵丽颖换上了哪吒的微博头像，发文写道：“我命由我不由天，是仙是魔我说了算。”终于看了我心心念念的小哪吒，我渣跟我胜真厉害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